开始啊哈，找无人哈，再来，这一台 Volvo X90 哈是一代的啦，如果是新款的二代啊，它的悬吊都不一样了哈。那这一台的避震器，之前应该有开过直播吧？有。但最特别的是哪里？最特别的是这一支后面的避震器啊，这一支后面避震器，这台车的后面原厂避震器。我们来开放一下，来，有没有人很厉害的知道这一台 Volvo X90 一代后面的避震器一支多少钱？原厂副厂都没关系，这支啊要求贵，光这一支差不多都快可以改一套 KT 的避震器的哈，这一支超级贵的，我们来猜一猜，看看这一支多少钱？这一支其实有一个特别的功能，那一个特殊的名称可能要车友哈来支援一下那个经理了哈。这个的功能啊，是我们在行驶之后，它遇到坑洞，它会作动，作动之后它会打，会有一个特殊的功能，会把车身做抬举哈。你过来一点，我看得好害怕啊。好，所以这个的功能啊，很特别，所以它的避震器就会特别的昂贵哈。那它的避震器很特殊啦，后方。来，后方你看哦，这个不是镜头变形的，这个是它原厂就做一个椭圆状的。电脑没电。有异常哈。啊，有跳掉吗？还有啊。好，那我们就继续哈。好，这个是后方的弹簧。哎，这个弹簧好像有换过哈。好，这个椭圆形的弹簧，那改成 KT 之后啊 ，KT 把它换成直卷的弹簧。直卷的弹簧还有一个好处了，就是也许啊，有可能。我们把这一台车，经理有看过在把这一台车当货车来使用哈，后方载水果，哇，载了300-400公斤之类的。那如果有特殊需求的话，换成直卷弹簧有一个好处，就是后方的弹簧可以随着车主的需求来把公斤数提高哦，或者是做其他的改变。好，所以这个的后方的桶身，它原厂的是在装这样子的。所以这几天也刚好有人问我们的小编说啊，这一台，怎么改装？它改装的用意就是把这个弹簧上方这里做了一个转接座，转成直卷式的弹簧，很特别。那前方的话就还好，前方的话避震器在这里，前面的避震器因为它是大型修理车啦，所以它的避震器也还蛮大型哈。上座的部分。它没有它的上座，因为有特殊的斜度，所以上座的话我们会沿用原厂上座。但是啊，它的沿用原厂上座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它的上座是有斜度的，所以当我们在沿用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它的上座有可能了哈，因为年使用的年份比较久，有可能会轴承损坏或者是上座的橡皮损坏，所以会趁着汰换避震器的时候建议啊。一并把上座跟轴承我们把它换新，但今天的车主在之前整理的时候就已经有换过了，所以上座的话今天的状况跟轴承都还不错，所以我们就继续沿用这个阻尼子也还蛮强的。好，这个是前面的避震器。好，那我们来介绍它装在车上 KT 的样子哈，在这里，电灯在这里。好，我的手脏脏的呢。OK， 好，这个它转成 KT 之后就是它长这样子哈。好，那高低的话也能调整，这个是试传的哈。那你从这边拍，我从另外一边，对不对？好。好，这个灯要给我。来，它的后面拆装的时候会比较麻烦一点哈，它有第三排椅子。第三排椅子啊，需要在第三排座椅的下方。好，那这里的话，其实它的本来是密盖起来的啦。
那要拆装的时候把这个掀开，哦，就可以看得到上座的部分，上座轴心的部分。所以这里有一个 KD 的旋钮，如果啊要调整软硬的时候，就从这里来做调整就好了。那待会装回去的时候会把它盖起来，因为这个有防尘的效果，还有隔音的效果，这个材质都还蛮特别的。好，这个是后面的部分。那基本上这种车款会想要降低车高的需求是相对比较少一点点啦，通常都是希望比原厂略降一点点而已。那前方的话，它的上座来介绍一下，它的上座有一个特殊的斜度，而且角度比较特别。它不只是有斜度啦，它的上座为什么不设计一个上座？因为它的上座不只是斜度，而且有弧度。那有弧度的，在一般改装的话，做不是做不出来，可是做出来的成本会很高，或者是说它做出来的没有办法跟上座很吻合的时候，就有可能会有间隙。那间隙在行驶间就容易有异音，所以这台车的设计才会要沿用原厂的上座。这个上座的话要沿用，它不只有斜度，而且有弧度。在 Peugeot 的车系，好像也有几款车是类似这样子的。好，所以它上座的轴承要沿用原厂的，还有上座的一个橡皮。斜度的话，这样拍得出来吗？这个有这个挡住了，你拍那一边应该拍得出来。它有一个特殊的斜度，还有弧度。好，这个是前面的部分。那斜度有一个斜度，还有弧度。那调整阻尼的话，前方就比较简单了。前面的话，从这个旋钮就可以做软硬的调整。这个盖子很特别，那时候经理的朋友林医师他自己也开这台车，有把这个盖子啊把它打开，打开的时候引擎的噪音呢，就特别大，这个盖子的泡棉吸音的效果非常厉害，很神奇。好，那这一条弹簧也很特别哈，这一条弹簧我们打的是225x10公斤的规格，那因为这一条弹簧它需要沿用原厂上座，所以它的弹簧的上镜我们设计跟一些欧洲的品牌，像贝氏登的做法，或者是贝氏登，或者是 KW 的做法，它要沿用原厂上座，所以它的上镜就做大概好像是80几还是90几，上镜做比较大，刚好合住它原厂的上橡皮，所以这条弹簧特写一下哈，也是这台车专用的规格。这台车很冷门，但是这台车因为 KT 在销售国外还有其他的车馆都有共用，所以我们就打了一条225x10公斤给这台车专用的规格。那这台车不是双 A 的悬吊，前面为什么要用到十公斤？因为这台车的车重啊，大概2吨多，2000多公斤哈，所以这台车前面我们配置的麦化臣是配置10公斤，没有错。那一些小部分的细节，这里有油管固定的ABS 感应线的固定位置，离载串的固定点，它的油管就裸露在这里而已，没有不需要再做固定。这些细节像是离载串的部分啊，或者是三脚架的部分，因为车龄如果有点久，经理都会特别交代我们的师傅在拆装的时候这些小细节可能要留一下，不然装上去有异音那也麻烦。这个是我们专用的弹簧，下面比较小，上方比较大。这车真的很重好，那如果啦，这台车这一次介绍的部分是上次没有介绍到的，或者是也可以到 YouTube 搜寻一下 XC90 KT Racing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之前一样的车款有不同的介绍。那如果有想要试乘或者是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私讯我们小编。好，以上是今天 Volvo XC90 一代这个是 MK1 一代的直播分享，谢谢大家，拜拜。